南投草屯的濒临社区，另两个入口处来打造种地艺术，唔那将这乡亲休闲的好所在，这个智慧立建筑的理念，嘛来得到建筑行业奖的肯定。草屯镇北南社区打造这两个入口的种地艺术，展现了一辈辛苦经历过年代，展现我们平民人较早足困苦的，伊是阮一个北南对外交通的。诶，港埠诶所在，所以阮就改做即个，就是做成它的吊桥的部分。充满在地人的历史回忆，透过到太阳联邦，予水当循环再利用，马加入生态保育，会当观察到 OK 生态。像是那个口干嘛啦，哈，这一类的这个鱼态哈，把它放在这个地方，也让大家呢可以亲眼说，哦，原来我们的雾溪呢鱼种呢是有这么的多，而且它可以一直都跟我们长存。结合浙江自动化背景的转场。为在地居民提供休闲的好所在，嘛在这两年连续得到建筑行业奖的肯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